钟玉姐，你怎么知道是我啊？听脚步声啊。自从眼睛看不见以后，听力特别的好。嗯，感觉怎么样？除了看不见，一切都还好。沈英姐，这个花送给你。你也来了，秦朗。好香的百合花。钟总亲自选的。谢谢。我去帮你插起来。学长他不在。哦，我让他回家睡一会儿了。学长现在一定很憔悴吧。是我拖累了他。你想说什么？医生说我的眼睛不可能恢复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要一点一点学着怎么样自己生活。如果学长为了照顾我放弃了他重新开始的事业，我可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嗯，明白。那如果你罪恶感那么重的话，分手好了。钟玉姐，谈恋爱的两个人关系应该要平等的，如果其中一方一直充满愧疚，这样绝对不会长久。如果你决定跟雨飞分手的话，我一定100%双手赞成。而且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会立刻把你学长追回来。钟玉姐，你在干嘛？如果学长跟你在一起，真的会幸福吗？当然，我们俩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在你还没有出现之前，我和他是全世界唯一了解对方的人。你把我的话好好想一想吧。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照顾好陈英，我会负责到底。坐下来，先坐下。坐下。责任你当然要负，可是我们家呢，也不是那种会占人便宜的人。陶先生。阿姨，您叫雨飞就行了。都好。我只想说，从以前我就反对你跟小英在一起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小英配不上你。阿姨，您别说这种话。你先听我讲完，听完你再反驳。你是一个生活在云端之上的天才艺术家，被人家捧得高高的，所以你的世界除了画画还是画画，而且一直需要画画。
清楚，弄明白，再回来告诉我。我不要一个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的答案。啊，对了，家武最近表现好不好？他呀，还不就是那个样子，每天电话短信嘘寒问暖，要不然就问我要去哪里，需不需要接送。我跟你说，一见到面了呢，他又想方设法的跟我求婚，我真的是都快被他烦死了。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嫌烦啊？那你不想想他以前怎么对我的？啊，小心右转，小心。我以前啊，还不是他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全部给他准备好。他呢，他有没有好好感谢过我？有没有好好的感受过我对他的爱啊？还真是这样啊。就是嘛。所以啊，我现在这样对他刚刚好，活该他现在每天跟陶雨菲在一起借酒消愁。他们每天喝酒？嗯。学长不用画画了吗？他现在那个样子怎么画呀？而且我听家武说，他最近那个手抖的毛病更加严重了，有时候就是要看你们愿不愿意配合了。可是，快带我去见徐长。你现在要见他？嗯。现在？嗯。那，赶快走吧。好。小心啊！我知道。这边右转，慢点啊。还有一节，转弯。好，来，慢点啊。走，小心啊，陈怡。还有四个，上去要转弯了啊。邱家武，你们两个喝够了没有啊？快醒醒，看看我把谁带来了。
是你吗？陈毅。不要抱我，好大的酒气啊。你整理一下吗？邱家武，你赶快起来，一起整理一下。好，好，整理一下。那我们先到那边坐。来，直走，慢点啊。是沙发，坐吧。你先坐着啊，我帮他们一起整理。嗯。你们两个怎么真弄这么乱呢？是真的开喝了？没有啊。嘘。整理好了吗？对，整理好了，很干净。以后我要每天检查。检查？怎么检查？我要住在这里啊。邱家武，我们也赶快回家，我也要每天给你检查。给我检查？给宝宝检查。你还在这里啊？赶快回去啊，都变成泡了你。哦。陈毅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加油。加油。过来坐。听说你的手又开始抖得不能说话了。也许我天生就不适合画画，只能成为别人口中的骗子画家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只要你克服了手抖的心理阴影，就又可以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画家呀。你不要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你走吧，我不想你跟一个废物在一起。哎，还没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自暴自弃了。你看我虽然说看不见了，但还是可以画画的。贝多芬聋了，到最后还是成为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呀。这些都是激励人心的话，真的会实现吗？当然会啊。骄傲，一个人抱着猫。那你会陪我吗？在夜里慢跑，就怕被孤单给拥抱。我拿起你送我的外套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街角，看着你家的灯开了又关掉。来，先休息一下。感觉是一种情调。手给我。什么？是戒指。欺负我看不见啊？我没有欺负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愿意当你一辈子的眼睛，帮你看路，永远不离开你。那你自己呢？谁来帮你看路？原本是应该我照顾你的。我们可以走同一条路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陈音，我愿意一辈子照顾好你。
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前所未有，也许放开了就不会再有。你懂不懂？都不错啊，你选就好了。Yeah，哒哒哒哒哒。你和我相互相融，湿了才懂。不知不觉，爱情往心上冲，不再沉默。是你的感动一直走向我，要不要开始一起终结这寂寞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裙子是不是破了？裂了一道口子，这条是限量款的，我帮你查一下。怎么了？新娘的裙子破了，她是个盲人看不到，刚刚跌倒了。啊，那新郎好可怜啊。嘘，小声一点。可山，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吗？怎么突然这么问啊？我真的没有拖累他吗？小姐，你可是陶雨菲的精神支柱，他那么爱你，没有你才活不下去呢，什么拖累啊？拜托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赶快好好的睡个美容觉，明天当个最美丽的新娘。真好，你要结婚了，好幸福啊。哎，今天一整天被这个小家伙折腾死了，都怪那个邱家伙。赶快睡吧。乖，睡吧。晚安。以后难道要学长一辈子这样迁就我吗？老师，差不多该出发去接新娘子了吧？
喂，可山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好。小音他不见了。什么？阿姨，你别担心了。陈音呢？他怎么会不见呢？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了，他只留下这些。玉飞，我好像很少这样称呼你，除了气急败坏的时候叫你唐玉飞，其他时候好像都是叫你学长。当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了。很抱歉，我不能做你的新娘了。我想原因你应该猜到了。我听过一句话，两个彼此相爱的人，如果眼中只有对方的话，会妨碍到对方的未来发展。我想现在就是这样，你为了让我不再消沉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前途，让我误以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。但是这种虚幻的存在感一触即破，你的生活里只有我，我的生活里只有你。我想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。我想我应该出去走一走，去外面的世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。雨飞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的不告而别。因为我真的很爱你。眼睛的事情我联系好了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，他会定期的帮我做治疗，要是资金上有困难，我也会主动和你们联系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去找一找，说不定现在还来得及。对啊，以陈英姐现在的状况应该还走不了太远。我来看看陈英姐有没有手机定位。你不用看了，她一定关了，直接去找比较快。走吧。陈妈，先不要太担心，有任何消息我们会尽快通知你。谢谢。走吧。别担心了。阿姨，会没事的啊。我们找遍了陈英所有可能去的地方，却没有任何收获。一个星期后，我们收到了他寄来的明信片，说他一切都好。什么？你要当康纳的策展人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李晨英离开太伤心，脑子进水了吧？我是认真提出来的。那这样，康纳有个位置很适合你。什么位置？我的位置。我会跟董事会建议让你接替。那你呢？我出国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刚刚决定的。你这也太突然了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一言难尽。钟玉，我来接你下班了。几天没见，就变得这么没规矩，直接称呼上司的名字。老师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现在正式宣布一下，我刚辞去钟总助理的职位，我现在啊是他的追求者。嗯，你出国不会是为了要躲他？出国？钟玉姐，你要出国？那我准备一下。钟玉姐，你等我一下。钟玉姐，钟玉姐。不行啊，我就跟你说过颜色不对，这线条也不够利落，不行，今天赶给我啊，快啊。可是今天是我男朋友生日啊。哎，妹妹，姐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一个真理，男人跟事业当然要选事业，因为事业永远不会背叛你。加班哦。爱情还是事业，大概是每个女孩都会遇到的世纪难题。小敏，嗯，你又要请假？啊，没办法呀，婚礼就只剩下一个月，还有好多东西要准备。啊，烦都烦死了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潘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嗯，那个小敏，哼，可是展柜也只剩一个月哦。每个人都说单身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但是单身就没有理由不加班啊。说得太好了，我就是一个苦命的单身女，加班中。对啊，最讨厌提前下班的人，简直是火上浇油。慢点，慢点儿。我一会儿还赶着产检呢，你干嘛要带我来这里啊？外面天那么热，吃点东西降降温嘛。一会儿我陪你去。谁让你陪我去了？陪产检是老公的事，你又不是老公，要你多事。大姐啊，咱们俩领证都两年了吧？还说这样的话呢？你还好意思提领证的事情？当初要不是你骗我说不领证小孩会成为黑户的话，谁要跟你领证啊？那我跟你求婚也有几百次了吧？你说不够浪漫，我就带你去全世界最美的海边跟你求婚。你说不够有诚意，我就找了一帮兄弟们来为我们庆祝，连阿丽都祝福我们。你说不够正式，我就到大广场中间单膝跪地，可是你还是不答应，那我只能骗你了。所以你现在骗到了，是很得意了是吧？还行吧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都是你经过国家认证的合法丈夫。别说了，吃东西。看，我给你带。管你什么国家合不合法，我这里没认证，不算。可是啊，咱们的大宝都已经快两岁了，二宝也快出生了，你怎么还不肯相信我的心呢？啊，我的心都掏出来让你看了，你都看不见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心，那你干嘛生二宝呢？
你少自作多情，我跟你讲，生二宝是我想生着玩生着养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最多呢就只是个贡献者而已，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贡献给别人去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你突然站起来会头晕的，低血糖知道吗？坐坐坐坐坐坐坐，慢一点儿。行，你不想讨论的话，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，结婚的事以后再说。先吃这个，来。等一下，你该不会又想耍什么花样了吧？你上次在巧克力里面放戒指，已经差点把我的牙都割掉了，这次你想干嘛？放心吧，这次肯定不会割到你的牙齿。干嘛？求婚这个事情我会坚持到底的，你一次不答应我就求一百次，一百次不答应我就求一千次，一千次不答应我就求一万次。之间的爱情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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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些话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，但是我今天还要再说一遍，我喜欢跟你一起看球，喜欢跟你一起看电影，喜欢跟你一起逛街吃饭聊天，喜欢跟你一起一切的一切。我之所以跟你求婚，是因为不管在我最巅峰的时候还是最堕落的时候，都有你陪着我。是你让我明白了陪伴是最永久的告白，所以请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陪你走完我们一起的余生，好吗？刘可山，嫁给我！哇！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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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！也没有意义。不行，怎么又不行了？破了。什么破了？牙齿好像破了。快点救护车，快点救护车，慢点慢点，家务你怎么有时间过来？我儿子的满月红鸡蛋邀请函。可山终于决定要嫁给你了。嗯。进来进来。先坐。这么客气啊？不会。他要是再不答应我求婚啊，我就求了一千零一次了。这两年我看见他爸妈，我都觉得尴尬。还累吗？你看，现在是不是变憔悴了？没办法呀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，还要筹备婚礼的事情。累疯了。你呀，就好好享受你的单身生活吧。有点忙就很幸福了，兄弟。嗯，对了，这个可山捡的，大宝特别喜欢你画的小鸟音，所以说多画几个。没问题。而且大宝啊不喜欢吃青菜，多画点青菜。我就跟他讲，你的宇飞叔叔呢特别爱吃青菜，你要多吃啊。好，青菜。
没想到当年 superstar 的邱家武现在满嘴都是这个大宝那个大宝的啊！我也没想到啊，以前大名鼎鼎的黑面桃 TYF 现在居然做了插画师，而且还是画少女漫画。如果让你那些粉丝知道你是一个大男人，他们都惊讶了。所以请你帮我保一下密。嗯 OK。我跟可山的婚礼，你俩来啊？我当然会去。好，好了，来看一下。这么快？不错啊。啊，这是小英画的吧？他以前赶稿的时候，都会在门上挂这个。两年了，他还不准备回来吗？两年了，陈毅还没有打算回来。每次收到明信片后，陈爸都会按照明信片上的地址去找女儿，却总是晚了一步。但值得欣慰的是，陈英在最近的信中提到，他的眼睛在眼科专家的帮助下似乎正在渐渐好转。见到他的感受，那就是三个字，很震惊。现在就让大家做好准备，让我们迎接我们的小鸟音登场。谢谢各位。怎么会是个男的？我想我一出生我就知道我是个男的。那你可以告诉我小鸟音本尊是谁吗？我只想说，她并不是某个谁，她是所有为了梦想而奋斗的女孩的集合体，经历了所有女孩的喜悦烦恼，所以你会在她身上看到朋友的影子，同事的影子，还有自己的影子。你作为男人是怎样体会到女生的那种感触呢？我接替了一个女孩的生活，试着体会她所有的喜怒哀乐，那些曾经让她心动让她落泪甚至让她发狂发怒的各种点滴，然后用画笔记录下来。不好意思，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签书会的部分，我们要把时间稍微留到下一个环节，那可不可以请我们现在最后提一个问题就好。来，请问你就是一名 TYF 的陶雨菲，对不对？对。为什么会放弃原本前途光明的事业，隐姓埋名做绘画本家呢？你的绘画主角和作者名字都叫小鸟音，这个名字是不是两年前你那场画展的策展师李晨音呢？这个应该是三个问题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首先，我正是陶雨菲。小鸟音也正是李晨音，她除了是我的策展师，也是我的女朋友。
也是小鸟音的原创者。两年前他离开了我，说要找回自己，于是我接替了他的工作，也接手他成为绘本画家的梦想。所以陈英姐，陈英姐回来了。你还是为了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。你觉得他会开心吗？他当年为了我，为了他放弃了自我而离开，我怎么可能再做这样的蠢事？我的创作还在继续，近期还有一次展出。你找回自己了吗？是啊，我现在想要找回你。这枚戒指还算数吗？我有说不的权利吗？没有。在的我偶尔想起还是会悄然难过，听说曾经你回来过，如果是那时候，好想对你说，那瞬间牵起的每秒回忆，每刻场景，让我一直牵挂的依然是你。很对不起，直到遇见了你，从没忘记，还来听你声音，亲口告诉你。
雨下。